这边有比较多一些，稍微请留守一点。还在一台。好，右前方这边，谢谢。好，再帮我们照顾一下左手边，我们刚刚左手边还没有嗨起来。 好，右边，好，再看一下中间前方，右边，待会再帮我们看一下右手边 ，OK 吗？正中间，正中间最后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正中间，正中间没来，正中间那一击没，右边，都有拍到，右边，好，右边再补拍一下，谢谢。右边。 手在低一点，手在低一点。手要低一点，是不是？好，要求多了。好吗？好，正中间最后了，谢谢。再来一次。三二三四，双末日线。都拍到了吗？好了。好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西西，声声西。哇，这次拿到了是我们HitFM的TikTok潜力创作歌手奖。这个奖当然是非你莫属啊，哪有人一年可以推出两张专辑的，是要逼死谁？不好意思。 但真的，因为每一张专辑都相当的好听，每一首歌都非常动听，重点是。谢谢。去年真的是一个很忙碌，然后很容易崩溃的一年，觉得学到很多，但是就算累，玩音乐真的是很开心的，所以去年真的收获好多。 所以你真的以后要每年都要发两张吗？没有，怎么样？这样以后。前面，谢谢。好，对不起，好，那。 待会儿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说因为这次也是一年有这两张专辑的一个想法嘛，那是因为刚好凑在一起的时间点嘛，还是本来就是想说，你知道我的创作反正那么多，就想说给他一次推个两张专辑。本来时间应该是排开来的吧？主要是因为我跟公司一开始有讨论出，我们要做一个爵士实验专辑，就是跳脱以往的框架。然后我想说，框架那我要应该要自己帮自己先设定一个框架，就是把Girls Between Women女人这个系列要做完，我觉得我才比较完整。然后我也想要挑战自己，说想要再往前进步，所以挑战制作。对，所以去年真的好忙碌哦。就我就怕你这样子挑战，你知道有这种，而现在的舞台也是我们HitFM的一个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的舞台上，心情怎么样？ 我觉得是几年前了，我在西人的时候来过 Hito， 然后那时候我昨天晚上还去看了一下那时候的访问影片，就在这个场地，就是后面采访中心。然后我刚刚还是一样拿了那个讲座，这样子，我觉得改变了一些些，就是比较不会那么怕小巨蛋的舞台了，然后心情就是比较稳定一些，好好的表现为主，这样。 毕竟以前是感觉有一种新人的感觉，现在的话受到了这么多的肯定了，就好像有办法去看哦，大家好这样子，可以去欣赏那个大家的手机，好好的是个享受在舞台上面分享音乐的感觉。那今天也特别谢谢西西，这是西。